天看天气预报，有这边有极光，所以我开车到这边转转。因为看天气预报，只有这我们这附近才有那个天气才会好，没有云。那你要知道极光，如果有云的话就看不到，所以仅限在这个范围。那边还有点云，所以我在这边看到正好有个湖，因为想拍点前景嘛，如果有倒影的话，那个极光的整个画面会更丰富一点。到了晚上，如果上面黑，下面没有前景也不好看。哦，这个机位还不错。今天我带了索尼的 HR2， 然后是带了两个，带了三个镜头，一个是老蛙的12.8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适马的14.8，以及一个佳能的17.1轴。使用一轴主要想看有的时候前景取舍吧，如果是有的时候想拍前景的话，那个一轴上下一轴可以更方便的构图吧。光圈都是大光圈镜头，一轴是 F4 的，但是实际上极光应该也不需要太多的，也不需要太大的光圈吧，因为它不是星星，它的亮度其实比星星要亮得多得多，然后你可以长时间曝光，它是流动的嘛，拍出那种流动的效果应该也不错。看到没？这个爪子是猫科动物的，这个不太像，这应该是胶囊的，就是我刚才看到那只胶囊，好多。我等了现在已经到9点，等了3个小时，但是现在看那个天气预报，完全极光的强度也减弱了，然后最重要的是今天那个云起来的比较快，现在天空已经全是云了。摄影嘛，就是这样。有的时候真的是全靠运气，也得有耐心，对吧？我们下次接着拍，这次就这样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来到我的摄影频道 Be Life。自从上次
去看景，已经过了三个多月，因为对各种情况吧，有的时候极光也不多，有的时候嘛有极光，但是我也不在这边，所以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，总算今天来拍。现在已经有极光了，我刚才找了一点地方，然后找了一个地方，但是因为我刚才在家里，它极光那个预警直接提醒我了，然后我就赶紧过来，也找不到太好的点，然后呢，整个这个地方起云了，我就找了一个地方没有云的地方来拍，然后因为现在气温非常非常之低，我的这些录音设备可能那个耳麦可能很快就会没电了，我就先在户外先撸一会儿火，然后拍我的这个视频，回头我讲解我就到车里面去，因为车里会暖和一点，我到时候再把这些视频讲一下，关于怎么拍这个极光，好吧，我现在先赶紧拍，很漂亮，看一下视频。对，视频的话，我得把这开到最大，16000，对，大概是在，看现在肉眼都能看见，对，这个视频大家就能看到这个。今天极光强度还是非常之强的，但是你的肉眼你是看很难看得到，真正的强度非常大的话，它那个会呈现紫红色的粉色那种，然后天空啊到处都是，然后有甚至还有回响，眼睛都能看得到。今天极光算强的，预报是5级到6级，但是肉眼隐隐约约能看到，因为实在太冷了，我待会儿在车里来讲解整个，就是说如何发现极光，如何拍摄极光的一些讲解。我现在就在户外慢慢拍吧，我们待会再见。我还是到车里来，这个温度太低，录音的各种设备的电池可能都不太够用，所以我在车里讲一下。今天其实我只能讲一下这个极光是如何找到，如何拍它，因为我今天也没找到太好的地方，因为声太紧了，再加上今天这个云比较多，我估计不一定会拍到很好的照片。所以我就没有去找很好的点，就无所谓了。然后极光呢，一般我用一个 app， 对，你看手机上这个，我录一个视频给你们看看。一般我都用这个 app 来进行收看它这个本地的这个极光，以及它也能看到全球范围内哪个地方的极光比较频繁。它预告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，但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准，只有当天或者近几天的相当会比较准。你也可以设定它的这个告警，然后它就会像其他的那个提醒一样，就会提醒你。我今天也是在家里，它嘟嘟嘟嘟叫了，然后我就一看啊，挺高的，就过来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你也可以加入 Facebook 上的一些群里面，他们也有很多人会及时把信息发过来，甚至把一些他们拍的照片，实时的照片，告诉你这个地方本地的，这个极光怎么样？对，这就是如何发现极光，如何预告极光啊？然后你看到，如果这个能量指数比较高，到五级可以一直到五级啊、六级啊之类的，你就可以出来拍了。当你出来之后呢，你要去找极光，极光一般都是在北面的，对，除非是强度特别高，那你整个包住你这个所在地的话，你四周都能看得到。强度高于6的话，目视就能看得到。
在六左右呢，目视可能就隐隐约看得见，要有经验的人才看得见。对，然后你到野外，尽可能到那种，我刚才在家里边拍了，就是因为光污染，城市的光污染比较重，然后今天有云嘛，整个城市的它那个光会反到云上面，然后天空就会特别亮，然后一般你也看不到，就所谓的光污染比较严重。然后开了大概往北开了将近100公里，对，然后在加拿大开了100公里不算啥，对，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开了100公里，然后到这个地方，发现云特别多，对。然后你到一个基本上光污染没有的地方，几乎肉眼你能看到，有的时候会有点的发白，类似薄云一样的东西。然后这个时候你拿那相机啊去检视它，相机调整到光圈速度，然后个 ISO 啊来去，用相机去拍它，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能比较清晰的得到一张哦，这里有极光。然后随后呢，你就去找构图啊，一般。像我们这边冬天，要前面你看我找那个半天，想找个倒影啊什么的，就是你要有湖水结冰没结冰的时候可以拍倒影。像我们这边冬天没有倒影拍，对，到处都是结了冰了，所以一般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前景啊，山啊、水啊或者建筑啊，对吧？但我今天因为天气不好，我也没去找。然后找一个构图就正常拍，拍摄极光的话有几个注意的地方，一个原因是因为是晚上，就是说有点类似于拍星空嘛，你的对焦放在无穷远的地方，所以这要你在那个白天或者你平常要对你的镜头特别熟悉，你要记住那个刻度位置，你的这个每一只镜头的那个无穷远的位置都不太一样，对，很多镜头就是无穷远的中间，这个对准那个线就是无穷远，但是很多镜头就不一定，所以说你要完全确定白天是好，你这个无穷远的地方在哪里，那到了晚上天黑嘛，你直接转到那个地方就不用去对焦了，对。然后呢 ISO 选择呢一般从800或者1200起跳，以我的经验，如果光圈是在 1.8 左右的话，几乎就是800就足够了。然后拍摄时长一般会在20秒左右，所以你也可以根据实际的亮度来进行选择，因为数码相机嘛，这很简单，你自己用各种曝光数据去选择就行了。对，所以整个拍摄其实极光拍摄很简单，跟星空拍摄都是一样，非常简单，没什么太多要注意的地方。其实就是一个你能看到极光，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看到极光还是不容易的。对，加拿大有一个就是一个地理优势，我们这边我在我家后院就能看到，我去年拍了一些照片，我到时候也放出来看看。对，所以极光拍摄的技术参数就这么多，然后要点就是自己主要要知道自己的无穷远的位置在哪里，对，其他的拍摄技法也没什么太多的。然后就是冬天拍摄嘛，因为极光很多时候都是冬天拍，夏天极光相对比较少一点，所以冬季注意保温，相机设备啊注意起雾啊，或者是电池耗尽啊之类的。我今天带的设备是2台 HR， 然后我用一个老蛙的12 f/2.8 以及适马的14 1.8 两个镜头来拍。现在我让他在外面拍一点延时。对，激光你看我前前后后准备了3-4个月才能拍到今天这样的样的一个激光，其实有的时候不容易，哪怕是在我们这边，就是极光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的比较容易见到，对，你只要去的那方就可以看到。因为今年的气候有点反常嘛，就是冬天晴天特别少，今年以前冬天几乎很少有多云的天气，所以说这3-4个月其实有好几天的极光的强度都非常之高。但是因为我们这边全是整个北部就靠近极地那个位置，我有点想开个1000公里出去看看，但是还是因为云都是有云嘛，天气不好所以没拍到。对，这3-4个月这里面一共有3次强度比较高的都是因为天气不好，对，还有一次是我去美国了，然后就没在家，我看他们拍的挺好的。对，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这种状况，就是你拍风光一样嘛，就是不是说你想拍就能拍到的，很多因缘际会嘛，因缘巧合之类的在一起才能那个。
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总算把这个视频做完了。对，今天有点水的，但是，也算给之前那个视频做个交代吧。我找到了极光，拍到了极光，对吧？然后我以前也拍过极光，对，我也可以把以前的资料再拿到这边来，大家看一下。OK， 就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。最后不要走开，老规矩，看看我这次拍的极光，以及我之前拍的，你们也可以看看极光怎么拍法。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关于这些问题，可以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都会一一答复。OK， 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。